边睡前先把眼睛打开。乘客传说，青岛港有9500多名农民工，企业每年都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为农民工编写培训的新教材，每个车间都设有一个实训室。什么叫实训室？实地训练这个教师，花费律师，花钱训练，返回了，全都拆解，一点点的学，一点点分。青岛港每年用在农民工培训上的费用达数。Thank you.
恐慌之下去。差不多了吗？